抓到篮板之后，他是有这种一条龙直接杀上去的能力了。这边新竹也选择打快，霍利飞在篮底下吴冠轩篮板，霍利飞在篮底下已经卡好位了，再送进去。嘉瑞是能够在这个系列赛打开攻势的关键，这是一个转换快攻，霍利飞双手暴扣。在去年赛季加入到了 Plusling， 不好，逃投没有，第一时间霍利飞充当活动篮板，三位数差距，博勋这球给的不错，来到禁区，霍利飞把两分摆进，还要到犯规。吴冠轩外围盘球交给博勋，再吊往禁区，裁判哨音响了，净算加罚。田浩钻来钻去，再往外交，冠轩跳在空中两段式的投篮没有，篮板球霍利飞再抓，哇，剩下八秒，工程师也用掉了最后一个暂停，球发进来就必须要出手了，那这两分拿到对于球队的影响其实并